一下刚刚一路走来各组的成绩，才知道说你们等一下要多努力才会赢。各站一个你喜欢的区域，各站都可以。看到在情人节的这一天，曾蔚跟莎莎互相在盛天公园许下的承诺，在马祖我们有258万的补助，第一胎补助20000，第二胎院长讲这个太快了哦，那就简单的祝福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